好啦，咁今次咧，我哋又翻嚟呢个十六铺嘅 G Racing 嗰度咧，咁啊，今次老细咧就装咗个 F1 嘅底盘啦，就系、是、呢个 Fanatec 嘅，系啦。咁啊，我喺嗰度都试用咗几场啦。咁啊，呢度录影就净系录咗第一个圈啦吓，老细都仲系跑得唔系咁好嘅。咁啊，之后之后去到第三个圈就快咗好多啦吓。咁啊，不过啲另话啦吓。咁啊，呢度主要系讲翻一个用后感啦吓。咁呢个胎咧，咁你啊，即系你望到外形你都知啦。咁啊，普通胎盘就系一个圆形嘅环状啊嘛。咁佢呢一个就将嗰个重量分晒两边啊。咁啊，即系用落去嘅感觉咧就重手好多咯。即系嗰个力量系集中晒喺中间同埋左右两边。咁啊，即系我都特登拣翻部 F1 嚟揸嘅，咁啊能够投入感高啲啦吓。咁基本上佢高速嘅时候咧，你就要。即大力少少去捉实铜牌咯，佢比起即一般嗰啲圆形嘅环状胎盘咧，系真系会发得劲啲嘅，系啦。咁低速弯嗰度咧，咁可能佢又即符合翻佢 F1 嗰个转向啦吓。咁其实都唔使话太大角度嘅。咁其实呢啲胎盘我觉得系最适合我啦，因为如果大家有睇开我玩啲赛车 game 嘅话咧，其实我扭胎角度不嬲都唔大嘅。啊、如果我用翻佢呢啲底盘啊，揸翻啲 F1 嘅车咧、啊、其实系最适合我嘅，打多个90度咧、啊，即系我都会有少少唔惯嘅，唔知系我玩得斯文啦、啊，定系点啦，习惯问题系啦、啊。以前玩街机嗰啲都系咁嘅，即系我啲 friend 个扭到好劲啊，扭到百几度啊，但系我都依然系 keep 住90度落去咁咯。啊，咁样反而系好事啊，即系转向幅度越细啊。即系我 keep 到个速度可以越高啊嘛，啊同埋部车又会稳定啲啊嘛，咁啊系咯，咁就试啊，帮老细试咗啦，咁我唔知佢系咪迟下会换啦，定系点啦啊？